小皮棍来喽！那你直接开始吧。
王一哥的那眼神是藏不住的，面无表情的擦肩而过，都不是装。没，哎呀，我靠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太重了，翘起来了，上坡的时候人都翻下来了，人都翻下来了。And we're gonna let it burn.